有一個即係新聞就講到啦，盈富基金2800啦，咁啊嚟緊就會即係換走呢個道富啦，因為道富就受呢個美國制裁令嘅影響啦。咁啊有朋友就問啊，會唔會換入呢啲中資機構，好似中金咁樣咧？即係例如3908又可唔可以對佢有利咧？咁樣同埋2800佢話又可唔可以睺咁樣嘅？其實幫助性唔大啦。咁你換人上面，其實我諗純粹都係一啲政治角度圍住嘅啫。2800大家要做啲咩你知㗎？主要係講緊追蹤恆指啊嘛。咁所以你換完個人之後，其實佢都係追蹤恆指，唔會有分別。純粹點解話要換人，純粹就係因為嗰次中移動被制裁，佢將中移動剔出，跟住好快又擺翻入，係為嗰啲事件上面負翻責任啫。咁但係其實你話講緊長倉上面恆指係咪一個好好嘅部署策略啦？又真係未必係嘅。你所以點解我哋話揀啲個股，揀啲優質股嚟去揀？因為其實你睇翻呢十年嚟講，2800嘅 performance 都唔係特別 OK 啦。你如果對比 MSCI 香港上面又是跑輸，對比很多不同的資產上面都是跑輸，所以如果你是部署長倉部署上面，我未必揀2800為主。整體而言主要的問題，你說要真正去想換人，可能說喂執恆生指數那個反而是不是要負回多些責任，我是在想這些東西，但這些是後話啦，這些就不關個股票市場投資，是純粹個人觀感問題的。所以你要去買2800沒說不得的，但我覺得不是一個特別好的選擇。即如果你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有信心，你要看好的話，咁不如你美股上面買 MSCI 香港上面，我覺得咪仲更加之好。但呢個講緊個前景啊，個真係長線投資上面啦，起碼講緊5至10年去計嘅，咁你先至會發揮到優勢喺度。如果你睇短線嘅話，咁恆指係嘅，係一個好波動嘅指數，有個報復式反彈，可能仲會彈多10%左右，真係唔出奇。咁所以你短炒炒2800冇問題。咁你喺呢啲位置有機會用半多中性嘅方法去冚贏嘅，但係長線嚟講，暫時睇唔到個優勢喺度啊。